还差六分。是不是？我想问这一题。哦，这一题答案不是 A 跟 B 吗？是，这样讲很奇怪啊。哪里奇怪？就我觉得那样，我那样之前跟你讲这样讲是 OK 的。那我在课堂上不是讲的一清二楚的吗？哦，这个中文化基本常识就是有标准答案，它就是要这样子。那你就是为了这个来要分数，你不觉得可耻吗？对不对？
老师常讲说学测很重要，那你这个小考这个知识节节凝聚，你跟我浪费时间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这题我是不会送分的，你自己 回去好好想过我讲过的话。谢谢。为什么一样都没有实现呢？旁边的那个，旁边不是没有坐人吗？是哦。